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中和的南山威力购物广场啊，这个是巧克力环岛餐车，那好久没有吃到他们的汉堡了，那今天就吃他们今天特制的口味，啊，他们也有这个炸鸡口味的，好。啊，又有卖饮料，好，那我三摊都照一下好了。好，这边蛮和善，就多照一下啊。巧克力熊炸物车。那你的冰山那个旁边有没有？刚刚饮料车旁边那里有个铁桶，里面有那个吸管。好，这边是炸物车，跟就是你们会一起行动啊。啊，我们是同一家的。同一家是，哎、欸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加油。好，那这个炸物的我没有吃过，不过今天主攻还是汉堡哦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正题了。那我就点这个今天的限定口味松露奶奶。好，这边已经有写了他们的个活动时间，本周七月十一到十五，下午四点到八点，中和威力广场，下一站是桃园春日馆。好，这真的很酷啦、哦。饮料的话到旁边排队取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先你好。要什么？想要选那个松露奶奶是汉堡吗？对。它汉堡皮是巧克力的吗？对。欸、也是嘛哦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要松露奶奶牛肉堡。牛肉一个吗？对对。好，哎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吃的这个口味就是之前不曾吃过的。三十块汉堡就好取哦，谢谢。哦、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在这边候餐呢、啊。哦，那有一个炸物取消。啊，今天那个口味没有，好可惜啊。好 ，OK。哦，已经排队排起来了啊！哦，才刚开始营业就已经排到这么长了啊。啊、哦，是相当有名的巧克力餐车啊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。好久不见老板了、啊。你要是丢脸，没关系。你这不客气。难怪你是不要加气。我不要加气，好了。我排队。还没点啊！哎，老板，嗨，好久不见了，一年多了。哎，上一次见收在新店了。哎，一年多前了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环岛顺利，赞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稍微看到一点这个制作的过程哦。那老板这个非常有心，还有去过离岛。既然各位朋友也喜欢看这个餐点的制作过程，我们就顺便拍一点了。我煎台的话，我是没有办法照到了，照不清楚。每天这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种幸福啊。好，那可以稍微看到一点在这个煎汉堡肉。汉堡再放上这个配料。好，可以听到这个旁边声音非常的热络哦。
下一站要去桃园啊、哦！下一站要去桃园啊！好，那这个就是巧克力熊环岛餐车。好，那后面就可以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在煎这个汉堡肉。满满的生菜海。哦，好大的风！现在在煎这个汉堡上面那个面包，哇哦，看起来非常的丰盛啊、哦！那我得快好了。我是五号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你。Thank you。一桌汉堡，小心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帅哥的碗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哦，拜拜。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拍一下这个现场，非常非常多人啊。所以生意真的非常的好。好，那现在就找地方开箱。好，所以有看到的话就可以来排队试一下。这个是饮料餐车，我应该讲到了吧？好，那就开箱一下哦。那我今天点的是这个松露奶奶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倒过来了，先我把它翻正哦。现在风也蛮大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特殊口味，油露露，油露露哦。好，今天很快就拿到了，赞哦，190了。好，马上就试试看哦，感觉这个配料蛮丰盛的。然后有松露酱跟这个 cheese， 还有汉堡肉浓浓的香味哦，很棒。好，刚刚小姐在问我说，
巧克力皮会不会很奇怪？其实还好、哦，它就是一个香味哦，跟这个汉堡肉蛮搭配的，嗯，好吃。算是这个经典美式汉堡啊，但是就是稍微贵一点。好，希望各位朋友看得清楚内容物哦。刚刚因为有太阳比较大，我刚怕有一些片段没有录到，或者是录的时候不正确，所以我重复讲两句了。然后这个牛角肉汉堡蛮漂亮的，好，很好吃，蛮实在的啊、哦。然后个人觉得蛮推荐的、啊，那分数我就90分，因为有点热啊。那但是这个接待的人员跟老板都很热情。我相信这样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哦，而且它是蛮有名的汉堡餐车，每次都会出现，都会造成大排队，赞哦。啊，很好吃了哦，比那个一般那种简餐店汉堡好吃很多，但是也价钱又高了一些，赞。好，再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满满的排队人潮，其实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多的。好，那下次有机会再吃别的口味啊。那就祝老板环岛顺利啊。然后还有这个炸物餐车。然后还有第三个是饮料的餐车，有三台啊。然后大家都在打卡，赞，好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